你这个死渣男！笑笑的。自信的部位是哪里？应该是腰跟胸部。像我就很喜欢不穿。所以平常都不穿内衣。平常都不穿内衣。现在也不穿内衣。现在上节目要贴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念念，今年24岁，身高150公分，43公斤，三围是341，24、35，现在是自己开猫咪的咖啡厅。为什么会想要去开就是这样的一个咖啡厅呢？一开始只是单纯是喜欢猫，就陆陆续续收养了大概13只。因为你自己在家养，其实那个空间真的很不适合，所以我就打算为他们打造一个游乐园。所以你平常都是穿这样的方式跟客人互动吗？就是开幕的时候是穿这样，那有时候做活动会穿不一样的，比方说万圣节就是小恶魔啊，然后女仆啊什么的。做餐饮业脾气应该都要蛮好，会被磨得很好。假设今天有男朋友让你不开心，然后你要发一个火，这样要发个火，最镜头展现你最凶的样子。但是他做了什么事？觉得会让你发火的事情，你自己觉得，想象一下他会做什么事让你发火？劈腿。对，劈腿，被抓包，跟别的女生私传简讯。好，就是你这个死渣男。笑笑的。那你自己对自己最有自信的部位是哪里？应该是腰跟胸部，就是他的腰啊，刚刚讲24腰，就是鱼线的关系吗？是有对，因为我有人鱼线跟马甲线，就是都有，而且是本来就有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有。那胸部的部分，因为胸部的部分好像是遗传，因为我妈也很大，就是蛮形状蛮漂亮的，我就觉得很 OK。男生什么样的示爱的行为方式会让你很受不了？一直骚扰，照三餐问候你吃饱没？吃饱了没啊？下班了没啊？在干嘛？就是觉得这个根本是问卷调查吧。你自己本身对于男生 touch 你肢体，个人比较喜欢哪个部分？我很喜欢摸头，我觉得摸头会有一种就是宠爱感。很喜欢摸头。因为报道养成不穿内衣的习惯，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是因为其实后来很提倡女性不要穿内衣这件事情，因为钢圈其实勒到乳腺啊，对女生都不太好。像我就很喜欢不穿，所以平常都不穿内衣。平常都不穿内衣。现在也不穿内衣。现在上节目要贴一下。哎呦，猫来了。你好，哇塞，念念这边小个子，念念大家好。你的职业是什么？我是开那个猫咪咖啡厅啊，我们误会了，我以为是厨师啊。那你被图片什么星座的？射手座。射手座。射手。来，我们看看猫咪咪奴啊，对，咪奴猫咪咖啡。你们有电猫吗？有啊。你就是猫咪本尊。我们有13只猫，对，都是我陆陆续续收养的。那请问一下，如果我自己有只猫，带去你们店里喝咖啡，猫跟猫之间会不会打？生气啊？其实一开始不太会，他们会怕对方，然后闻下气味，熟悉一下就好了。我们还蛮常办猫咪聚会。不是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没养过猫，猫有没有地域性很强？打起来？有的会，有的会，有的会啊，有的很凶哦。对啊，你们店里的猫有没有都结扎？还是全都结扎？那就安全啊。因为我小时候被猫吓过一次啊，在我们村子，在我们村子口那个。杂货店嘛，那村口永远有一个杂货店。然后我就进去买糖果，我还记得五角。然后看，这猫坐在那，没有椅子上，很正。猫咪，啪啪，就一拳，很凶，猫很凶。那你养的都是流浪猫？对，都是流浪猫。有爱心。你有粉丝去你那边应征工作？有，那个还蛮恐怖的，我觉得。恐怖？对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一开始来应征的人，你也不会去看他 FB 跟 IG 嘛，你想说他就是员工。然后呢，可是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，都会聊到说，可能店里要用一个新的空气清净机，或冷气要换，然后不没几天哦，就会有人送来，
然后是没有名字，他真的匿名，我以为这个是偶像剧才有，可是他就真的送来，然后好几次都讲，然后我就想说奇怪，这到底是谁？而且怎么会知道我需要？然后后来就看那个 IG 有人密我，然后就说哎，礼物都有收到吗？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人他很疯狂，有追踪我的 IG 店的 IG， 然后狂刷我爱心，然后我才发现他就是来应征我们工作的那个人。恐怖，很恐怖。那问长得怎么样啊？对，他用小号，你看不到他的照片。那他不是有去应征吗？应征的当下，应征的当下，你不会知道是这个 IG 的人哦。对。混在里面，可是这个没有什么恐怖，他没有对你造成伤害，是蛮暖的吧？不是，哎，你像你看，有一个每天这样盯着你这样，对对对，你讲到了，对，上班的时候会有一个炙热的眼神，你在那边讲，哎呀，想喝碗豆花，叮咚，五分钟，一个豆花来了，哇塞，是不是闹鬼哦？这太恐怖，不是被人家这样盯着，女生呐，哦，我们当然很开心啊，对啊，乱许愿。想换冰室哦，爸爸，谢谢，买豪宅哦，对不对？黄金万两哦，哎，怎么不来了？对啦，如果你这样讲，那是对。所以还没相认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就对了。当时就知道啦，就知道，然后就解除那个了，就没有对，因为太恐怖了，上班，就是行为诡异，对，还是希望单纯一点，对对，不然明讲也好，就是我，对不对？就哎。老板娘，你需要这个，我去买了，这样也好吧？嗯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浪漫点。哎，你开一个咖啡厅，营运压力大不大？其实真的蛮大的，对不对？而且用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，另外一半帮助你，没有单身。啊？怎么可能？这那你这么多学空间店长，台湾就是这样，都不生小孩了，都不敢去追。他也没结婚啊。对，我的意思说不敢追嘛。你看这几个都没人敢追啊，追。追的就是你的，毛起来追，对不对？你不追是零。没有，通常我这个可能就是一看到啊，这一定有的啦。就是，所以我要纠正你们观念，你做了最起码有50%成功才有机会，做了再说。因为通常不敢啊，对，一直在旁边这样跟着呢啊，他要什么就去买，嗯，还有记的，那不行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成熟一点的，然后价值观要很正确，就是跟我相反的。你的价值观是？对，就是必须他的家庭观要很重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现在外面的世界诱惑实在真的太多了，你要挡你也挡不住啊，所以不如他自己有一个很坚定的心。你讲的是这个原理没错，对，可是真的你真的结了婚以后，那个生活跟结婚前是完全两个样子，对，有些男生是受不了的，对，会让你很想越狱。我会好好关注他啊，对对，可以控制他，像猫一样抓住他，每天让他走出门的时候脚都是软的。对，我去上班，老板说你到底怎么不准走？家庭观念。那你控制成本，要穿得很性感去找客户，为什么？不用穿很性感，就是身材也没有到多好，但就是这还不好，你这个身材不好，客气而气，就是还是要展现漂亮的一面，是对，然后去谈，他们就会给你很多优惠啊、折扣啊，就是还是要为店着想啊，对，然后那些人会为你着想，很会讲，对，然后就一直送东西，对对对对。可是你当初开这个叫做猫咪咖啡厅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是为了猫而开的，对，就是没有想过要开店，但是因为养太多只了，你让它在家，它根本没有那环境可以跑，所以我想说干脆开一间店，整层设计成那个游戏室，让他们这样跑。所以你所有的装潢是为了猫咪的游戏来发想，对，有猫到那些再开，对，还有溜滑梯，有树，这个在日本很多哦，是非常，我很向往那样，宠物友善，我们也想当你的猫就好了，每天呢玩一玩就吃东西，玩一玩就喝牛奶了，可是一个人很辛苦哦，一个人很辛苦，内场外场跑哈，有请员工，但是我还是会亲自雇，不是一个人吧？你现在又有请一个人开店，员工六个，一个人开店，那猫咪谁喂啊？我也会喂，然后员工也会喂。应该有很多个人会带罐罐去。不能，因为你刚刚讲的是碟子嘛，罐罐啊，对，我都讲罐罐了，罐头，就是猫罐头，罐罐，好，大家
应该很多人带罐头去吧？哎，对，好，合理多了。我想带罐罐，他因为他喜欢吃罐，那因为谁喜欢罐罐？吃猫猫啊？为什么要叠字？猫会叫喵，我喜欢吃罐罐，罐罐罐喵罐罐。因为很多人啊，他没办法养猫，在日本很多人没办法养猫，因为养猫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。当然，然后他可是喜欢玩。那他们就是开有这种店，就是可以来我店里玩我的猫咪，嗯，然后他就会带罐罐玩猫咪，他就是只猫咪，请看照片，因为他们都很黏，很喜欢趴在人的身上，对，你这个是你养来的猫，这是其实都是我养的，我会轮流选飞带回去睡，可是好可爱哦，美国漂亮哦，你是在店里穿这样。没有，这是在我家啦。哦，吓我一跳。店里这样，店里这样，店里这样是太生意太好了。真的，哎，我们去他店玩，我们就穿猫衣。对啊，穿猫衣进来。哎，我们今天六只公猫来了，而且是流浪的。你说你小时候长期过胖，公猫对，就是胖到什么程度？因为我其实蛮矮的，我才150嘛，然后我只要胖一点，就很像一颗球。然后那时候是哪有？那时候就一直对什么龙猫啊、肉丸啊什么。肉丸，很好。就是很可怜哦，就一直被嫌胖。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，为什么是那种很瘦啊，然后很漂亮的，就一堆朋友。然后我们这种就是没有朋友就算了，还一直被骂。那时候就想说，那时候真的被激，就想说我也想要跟他们一样。然后我就运动，然后。靠饮食，然后就慢慢变这样。哎呦，励志，谢谢，非常励志，这个很好。像很多人被这样，然后觉得啊，那我就胖下去吧。是，不行，自暴自弃。嗯，我是觉得你可以更好就更好了。而且你可以自我控制的情况之下，你就自我控制就好。嗯，正面。对。你平常不穿内衣，太正面了。对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家庭观念是蛮开放的。对，因为我看那个报道，他就是说，如果内衣有钢圈会。勒住女性会堵塞，是是，我就觉得那还是就不要穿，崇尚自然。那就穿没有钢圈的那个。对啊，不是穿那种运动型。我都是直接贴，或者是不要穿，或者是穿运动型都有。在店里啊？在店里啊。明天那个店就爆满了。一大堆人都穿着猫装在那边排队，然后都是公猫。你开多久了？到现在一年。那如果现在还有陆续有猫来，你还是会收养？其实现在比较难了，因为真的太多只了。我希望他们的品质是好的，所以还是要控管一下。对啊，13只够，已经弄了25只在里面，哇塞！不行，那个他们有话题要排队。可是康哥，有时候有些你挡不住，因为有些人知道你爱猫，然后他就会弄纸箱，就是放在你门口，那你就很麻烦。你看，你要是要送到动物之家，对。那你们店里面哦，会不会一天到晚都要吸猫毛？一定会啊，这就是甜蜜的负担。那他们会不会听到吐毛球？不会，就是有给他吃那个吐毛的，对对，还会吐。因为搞得家这个店里面跟西部一样，就是球虎飞来飞去，很可爱，蒙滚啊！谢谢你，谢谢，请坐，好可爱哦，念念。